无忧渡是由任嘉伦、宋祖儿领衔主演的爱情剧，剧情讲述了女主半夏是个富家千金，却有着一双奇怪的眼睛，经常能够看到子虚乌有的妖怪影子，这让乖巧贵举的她成为了大家眼里的疯子。因为一场意外一抓妖师男主宣夜节制，而男主亲吻她的眼睛，让她看清了人妖共存的世界，两人有就此结伴踏上了旅途。为解开男主的身世之谜，两人陷入了一连串的阴谋，随着不断深入谜团之中，原来两人的命运早已在12年前注定，一场命定的缘分让两人携手解开各自心中的谜团。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，待该剧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再另外介绍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。